望天鹅风景区在哪里？望天鹅风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区，现已被国务院批准为鸭绿江上游国家自然保护区，且正在申报中国吉林长白山望天鹅火山国家地质公园。望天鹅风景区位于长白山腹地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15道沟，该景区距离长白县城50公里，位于长白山15道沟望天鹅峡谷内，全长为67公里，最低处海拔为450米，最高处海拔为1100米。望天鹅山海拔为2051.4米，是东北第二高峰。